上去啊，直接上去啊。哎呦！啊？不知道航班。好，开始重板。今天呢，又来帮航弟量体重，然后航弟今天直接击毁他。然后路人甲飘过去。好，快点。希望不要再涨了，再涨的是航弟现在已经超过，大概已经快14公斤。航弟已经超过一般牧羊犬的体重。平均体重。对啊。反正看起来在那，在应该在不到10公斤，那是超重。Nice。练体重，好像练体重哦，夸张！我快跑掉了，让啪一下，哇！六五，好，把你放上。即将揭晓胖胖的体重。对，肉肉宽体重。重点不是含义体重，是肥宽的体重。518，喊你快死掉了，518。